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乃伟。这个礼拜的教会消息由我来为大家播报。首先，本主日欢迎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同工前来报告与请安，请弟兄姐妹以代祷与奉献来支持公报社的福音事工。接下来这一则是乔派伯牧师一致特会的消息，时间7月20号星期五晚上7:30，地点在天桥教会。感谢主是免费入场，但是请弟兄姐妹自由奉献。乔派伯牧师已经90几岁，他曾经受大英百科全书推崇为神医布道家。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罹患末期的癌症，但他有信心的向神来祷告，并获得上帝的医治。乔牧师经常为病人来祷告，曾经让瞎眼的看见，让耳聋的听见，让瘸腿的 来走路。凡是你觉得需要被神医治的地方，都能求神来医治，亲眼见证上帝的大能。请兄姐把握机会，邀请需要的人或是慕道友来参加。敬请弟兄姐妹注意，本周五因为举行乔派伯牧师的特会，晚上10点的深夜祷告会暂停一次。夫妻纪念神营会的一个预告，今年特别开放给情侣参加，但不住同房。时间是8月17星期五晚上到8月19星期日下午4点，食宿都在台邦商旅，费用每个人3000元，每对夫妻6000元。请兄姐分别时间预备心参加，报名详情请看营会简章。之前有购买祷告垫的弟兄姐妹请注意，祷告垫附赠的手册已经到货，麻烦在聚会之后向门口的同工登记领取。所以来请上联木区的兄弟姐妹请注意，7月份上联木区的月历会在本礼拜二7月17下晡2:30在上联教室举行，请木区兄弟姐妹踊跃出席参加。青年牧区举办了七蛋、烤肉、控窑、一日游的活动，暑假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吗？还是想传福音却不太有机会呢？邀请你的想传福音的对象，还有你的朋友们，及青年牧区。费用是500元，活动内容费用包含七蛋比赛、装备、烤肉和控窑。日期是7月21日星期六上午9点，在教会集合。报名期限即日起至7月15日，请向各小组长或宗龄报名。未满18岁需家长同意哦。关于儿童牧区的消息，第一则是《上帝就是这么爱我》夏令营，时间是8月14日至16日晚上7点到9点，于教会举办，费用是200元，内容有精彩的戏剧表演、绘本、歌唱，还有很多好玩的内容。邀请中班以上到国小6年级的孩子一同来参加。报名截止日期8月5日，有兴趣者请洽 Ruby 佩珊老师或干事丽云。欧赞乐团亲子音乐布道会，时间是8月17日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，在教会大堂，不需要费用，是免费的哦。活动内容是让传统的圣诗更新颖、更吸引孩子，在活泼的音乐中与孩子互动，带出更多元化的敬拜方式，非常适合亲子一同参加，也欢迎您邀请慕道友一同来参加哦。 YOH 国际儿童青少年乐团招生咯。你一听到古典音乐就想打瞌睡吗？那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。我们的 YOH 国际儿童青少年乐团以与众不同的生活化方式，让你不只是听见音乐之美，指导老师更会将音乐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做连结。赶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！儿童基础团体班每堂1人300元，
成人基础团体班每堂一人500元，详情请洽黄义林老师。以上就是这个礼拜教会消息的报告。接下来，我们又来欢迎天桥教会最帅气的牧师林宪平牧师。